電影《鐵達尼號》片中女主角所佩戴的海洋之心頸鏈璀璨無比，其實海洋之心最耀眼的地方就是它中間價值連城的坦桑藍寶石。根據介紹，坦桑藍寶石十分之罕有，為了滿足亞裔民眾對珍奇寶石的追求，美國第一間專營非洲坦桑藍寶石的 G-Stone 珠寶公司日前在聖蓋博希爾頓酒店正式開幕。專營坦桑藍寶石的 G-Stone 珠寶公司首次進軍美國，開店儀式場面盛大。G-Stone 除了安排傳統的剪彩儀式，還特登舉辦了珠寶 show， 多位美女模特帶著由 G-Stone 提供的奢華首飾，台上珠光寶氣。大會亦都在現場安排抽獎活動，送出價值1688元的名貴頸鏈。多位民選官員亦都紛紛到場祝賀並送上賀裝。G-Stone 珠寶公司的創始人表示，坦桑藍寶石非常珍貴，產量只有鑽石的千分之一。著名電影《鐵達尼號》璀璨無比的海洋之心頸鏈中的寶石，其實就是坦桑藍寶石。大家可能知道這個什麼鑽石啊、紅寶石啊、藍寶石啊、什麼祖母绿啊。但这个坦桑藍的嘛，跟其他宝石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的产地唯一，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产，就是在为这个，大家会看，这是非洲第一高峰这个喜马拉雅山脚下一块这个20平方公里的地方产，别的地方都不产，产地唯一。然后它的产量的嘛，只有这个钻石的千分之一，就地质学家估计的嘛，到2025年这种宝石就没有了。然后大家可能知道泰坦尼克号吧，如果对坦桑藍不知道的话，泰坦尼克号有人知道，那泰坦尼克号里面那个海洋之心的嘛，其实就是坦桑藍。大家看过《泰坦尼克号》都知道，这个坦桑藍代表这个对爱情的这个忠贞不移。坦桑藍寶石如此珍貴，為了降低售價，讓利消費者 ，G-Stone 仲實行自產自銷，實行從挖掘到營銷一條龍作業。我的公司跟那個很多珠寶店不一樣的地方是，很多珠寶店可能是從那個批發商買貨過來，再加價賣出去。我們跟他們不一樣，就是我們這個产供销一条龙，就是从那个自采自营。这样的话，我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把很多这个中间环节省掉，这样就最大程度的这个让利消费者。情人节即将到嚟，如果想要俾伴侣一个珍贵嘅惊喜，可以考虑送上呢粒坦桑蓝宝石。天下卫视记者马俊采访报道。